以前看不懂的，可能真的太靠近了吧。穿越跟情绪共振有关系。你愿意再跟我去穿越回到十年前的我吗？凯佳，第一次，因为若比跳楼，而你们发出了强大的悲伤、懊悔，还有无力。为什么这次若比跳楼都没有穿越？如果我推测的没有错，若比并没有这样的情绪。好了，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。就确定这个方案，试试看啊，这是唯一的机会了。我希望你不要。